看，所以这样我们有几颗苹果了？我有我有两两颗，颗，哎呦，有没办四法在颗，一起。可以尽情的挖黄金。哎、啊，我又挖到一颗苹果。哦，哎呦，皮卡好恐怖！怎么了？很真假快啊！皮卡好恐怖哦！效率五那种啊？效率五加烽火台，挖掘加速二。哇，没办法享受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好爽好爽！哇，我停不下来了。哇，爷爷，我有三根铁了。我也想要体验铁杆的感觉。不要！我还好，还好跑速。啊！我上不去！我、哦、这铁镐白痴啊！一次挖一排的、啊。对啊，这么爽的吗？太爽了，这排七八刀啊！喂，铁镐太爽了，爽到我刚讲话都快流口水了。我也是，我刚口水喷出来。我连石头都没有。那个，那几没关系，我给你。铁镐，哎、欸，你偷我的铁！我没有拿啊，我给你铁镐。哇，团团比我惨哎、欸！我想说，我中了一件。总会有人更惨。我刚刚在做木棒。真的，世上总有人比你更惨。哇，这游戏真的是太爽了！有人爆炸吗？没、欸，你附近是不是？不要推我！我在地表，听到爆炸声。抖一下就速度快到爆炸了。没关系啊，那前十分钟，还前十分钟，不用担心。好 A 啊！哎，那金镐不是更爽？我要做金镐了。金镐会更快吗？对啊，金镐很快呢。又有爆炸、欸，那一下就没了啦。去挖钻石，挖钻石，那就往下。等一下啦，我没有火把。我又按到拍照了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爽啊！好想你，挖到洞吗？真的好想你，是不是？这只是我的挖矿而已。假的，好想你。十二个月啦，感谢梦梦续订。挖太快，不晓得是洞还是自己挖的。太快啦！你在高度多少？我在地底了。地底了。好，我还在29高度的。我不是给你铁镐了？有啊，我在烧那个。啊，看有看，铁镐已经挖爆，瞬间，好爽哦！这就是我，能力非凡啊！杰克，你下来了没？我下来了，赶快玩啊！在高度30了。啊，你给我的铁镐也要爆炸啊！再做，铁镐应该很快就坏了，这样用的话没关系，再做这个铁很多，一口气是挖一片的、啊。好，哎，我想去找钻石，可是铁没有烧这么快，动物加快，真的要多做几个那个铁镐。好，我要享受铁镐了，你们吓死哦！哦，快吓死我！好爽，这就是我。而且它挖到矿会变得慢一点，你就知道这里有矿。透过这样的方式，需要更多熔炉。熔炉烧的速度反而太慢了。这个已经快到分不清是我挖的还是天然。哦，是不是感受到了吗？我感受到了，嗨呀，这就是你的能力啊！如果拿到钻石了，是不是又更快啦？对啊，哎，总算挖不到钻石哦，好难挖。我现在缺爆，不是，我现在缺碳。完了，刚刚不应该预估惩罚了，我已经500了。对呢，你都等下清稿子而已啊，丢掉再清啊。我是岩浆湖，啊，岩浆湖附近，说不定就有钻。岩浆感觉不太需要捞，根本就很难中。
他跑得太快了。好快快。你们都没挖到杜鱼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好好快。好快啊。这谁啊？哦，杰克我吗？还是你？我在你上面。行哦，快要可以打掉喽。好。对啊，我们要种一下甘蔗啊。可是现在不是大家都分开吗？而且你有水吗？上去挖，去挖。哦。我们铁这么多的话，上去挖就可以。有杜鱼，杜鱼，我挖到了。为什么举盾它咬过我的盾啊？莫名其妙。我可是穿进来跑步跟索尼克一样快。钻石。不、哦、被抢先了。今天好有钻石欲，真棒！你完了、哦。几颗？几颗？跟你同队了。四颗上去捞水，我上去捞水。你可以享受钻稿，享受一下什么叫做最快。哇！我们这个挖，我们挖下来的那个楼梯也是要么两格，要么三格，虽然直接就可以跳，直接跳，直接跳，没事。这里有水桶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做到水桶。没有，没关系，那集我有水桶，我有水桶。你在地表吗？我在地底。我在靠近地表，就是你刚刚说。我觉得撰稿的感觉呢，就大概就跟铁稿一样。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。有有对对对，已经到最快了。你我要记得挖一下黑曜石。好、啊，你不要挖到撰稿爆、哦，我觉得撰稿真的有可能会挖到爆、哦。我觉得很容易。那酒就在底下。你在哪里底？我来了，我下来，我已经捞到水了。嗯好，你就随便找地方。我中就中，跑派下来了。这里才够下面啊，才会有啊。我刚刚有一个地方在烧铁啊。哦，那你去哪里打？找一下我的铁在哪里。哈基有钻呢，大伙不能输。多挖点，说不定他只有一颗，不要小看他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可是他的主场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他躺哟。哦哦，这杜鱼来的太突然了吧？啊、哦，我已经有一把铁镐。杜鱼来的太快。来得很突然，来看看岩浆附近是否必有钻。还有我们这个家族古早的传说，用这么快速的挖法就可以来看看了。哎，岩浆，岩浆，绕着岩浆湖挖一圈，究竟有没有钻呢？这里有碳，没有哎、欸，这没碳。我、哦、怎么快就挖爆一个好了？其实有点在鱼骨了。速度太快了。对啊。可恶，没赚。哎、欸，我已经900多了。多少、啊？好快。1000吗？1000会闪一次。鱼骨惩罚是干嘛？会清掉你身上所有稿子，然后发光。嗯，还会发光，白痴哦！繁星，你那边有水吗？没有，我有少岩浆。对啊，我这里有岩浆。我在，我跟娜姐在做。哎、欸，有青金石。你才只有一个甘蔗而已啊！我两个啊，中两个啊。中两个啊！你看我都手打石头了，没那畏惧啦。找到了，你快要来黄金哦！有水了，有水了，有水了！有黄金四个。嘿，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挖掉了。哦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Hello， 过头了。我看到了。OK。
现在这个速度快到我都只想要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的。那我拿死稿就好了，好可怜哦。稿子不用啦，稿不是稿子啊，那个。哎，杜宇杜宇杜宇，哦，我把浇水哦，我把变石头了。一半出来烧，另外一边不是比较快？杜宇杜宇杜宇，怎么那么容易遇到杜宇啊？对啊，会吗？会爆炸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蛮常遇到的啊。不要，我要快要那个了，又一百，太快啦！已经挖到基岩了，不用到这么下面了，基岩太低了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太低了。其实就算被那个缓决，其实还是挖的比一般人还要快多了啦。只是怕没收稿子啊，用空拳打。快要挖爆的时候丢掉，丢到后面去。哇，那个好久、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挖石头啊，好吧，那是最低的。想说用手挖，它算次数吗？哎、欸，不算、啊，用手挖，只要是石头都算啊。哎呦，不算次数。手挖石头不算啊，因为你是挖坏。并不是挖下哦，他手挖水太累了，也是啦。等下这里怎么会有水啊？我现在疯狂鱼骨，上帝在惩罚我，神父啊，我有罪。那你全套铁装了吗？对啊，全套铁装。OK， 我还挖到青金石啊，附魔可以。我也有，我也有。钻石真的都很难呢、欸，这根本是鱼骨大赛吧？而且其实我都没有挖到那个矿洞哎、欸，我也没挖到，我有哎、欸，可是就空的啊！哎、欸，我靠，讲完才挖到。我刚刚有挖到，不过还蛮上面，可是也都是小小小的一个而已。我太快没注意到，我搞的，你就整天在那边坑就饱了。我每次其实也有挖到一些铁，好吧，这钻，而且我通常都不会让那铁搞爆，被处罚这样。就快爆的时候就把铁往后扔。皮革铁一堆了。对啊，铁其实很多。啊，算了。所以想哎呦，看有没有机会钻呢、啊？钻哦。这场有没有生长加速啊？我听到骷髅的声音了，附近有动。我问他，好像没有诶，我们甘蔗都还生不了。嗯，我要等。人生好辛苦、啊。到底是怎么挖的？挖到会被处罚？你挖到一下就有了。拿到铁稿之后你就知道了。我现在是拿铁稿啊，可是我你挖的不够多啊。我都是转圈挖，一路冲一路冲啊，不会被处罚吧？不是，转圈我也是啊，就转圈。你挖的不够多啊，一次挖四格出去啊，就噗一下就没了。我说的转圈是所谓的挖一大圈，不是只挖四格。挖一大圈代表你挖石头一定更多啊。你现在挖石头数是多少？600多而已、啊。对啊，我们900多啦。我900多了哎、欸，你是挖安三爷吧？他处罚有说一定要到多少才被处罚？我1500啦，1000啊，1000啊！钻石！哇，赶快挖，赶快挖！这样是不是实验证明巧克力比较肥？哎、欸，我这都没什么矿哎、欸，肥呀、啊！白痴了！我要挖到你，往上几格看看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哎呦，吓死我！是不是应该就换个耐久度比较高的那个钻石镐？挖一排，挖一排，不要挖两排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铁镐也爆了，那就一堆铁。我看看这个方向，哦，石镐就真的很 low 哎、欸，这不是我没两下就没了吧？而且又慢，
对啊，速度不行。嗯、这不是我的速度。我可以附魔了啊。甘蔗不够啊。缺甘蔗，哇！我看到一个洞窟。我神速挖吧。哎，你黑曜石有挖哈？挖好了，四个吗？对。啊，挖了。对啊，我已经挖到1300了哎，我都还没惩罚。你挖到1300没惩罚？对啊。你凭什么？哎，你干嘛？不是我。我1000就被惩罚。我被惩罚吗？你凭什么会被惩罚？你怎么这么 OP？ 哎，他们音乐快扣大的血！哎，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那今天怎么了？我被杜鱼咬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攻击杜鱼。我被封印了吗？对啊，虚弱，你但说的虚弱。那往后你速度很快。哎，好，这样就好。对，我没被惩罚、欸。惩罚？你不会被惩罚、啊，你是最 OP 的。哇，好好讲话。他们也都没有跳惩罚、啊。你们会被惩罚？好屁哦！我的钻石搞没了。被没收了。食物，我好饿、哦。我也没食物，好饿、哦。再做一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会被？那你那个、啊、狂挖猛挖，这样我在种树，才挖零啊，太少了吧？真的假的？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也太弱了。好喽，再挖一颗就惩罚喽。哎、欸，没惩罚，1400哎、欸，出去喽。我想要挖矿的方式就像剔牙一样，上下上下。为什么你不会被惩罚？我也想成为繁星。你把我素描吸走了。来，上面一点挖。我觉得我们就像蛀虫一样，正在愚公移山的感觉。差不多啊。哎，他们一直跳钻石啊，我们都没有。又吓我一跳了，原来是你！完了完了，我们没有钻命啊！钻石钻石，完了完了，我没有钻命。哎呦，八颗好猛！几颗？八颗。八颗。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、啊？你已经集八颗钻石了。我现在还不止集八颗了，不止了哎。还有几八颗，他还三颗被没收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那个做那个钻石装，你不要做钻岗。